这个呢就是我拍摄的地方，然后背景就是我那个床，有些单号啊要印出来啊，都会在这边打印。哦，这边就是超级多东西的地方。这是最近买的香水，这个就是我的相机的部分，就是我拍 YouTube 的相机，还有就是拍立得，这个拍立得很可爱。准备去工作室，今天是打包的第一天，昨天就已经弄好了单号，所以是全部的单号。哇哦，这些单我要尽快的在今天打包好，然后明天就可以寄给你们啦。款是奶奶的小便当，草莓小布丁，日本夜光灯，而且这款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升级版的加水，又超级大的，不知道谁买到它就比较划算。没有拍到大贩售里面的三文鱼，因为影片太长了，它白色的纹路给那个橙色混浊在一起了，所以全部完一片橙色的感觉。这些都是盲盒，晚上的1:40，还没有洗澡，还在加班当中，包了一整天，还有好多没有打包完。第一批的，先寄掉它。
呀，全部都是今天包的。然后还有这些单子还没有包，应该还剩下200多个吧。这些买比较少的，我都会给袋子，就是好像一两盒一两盒。买比较多的话，就是这样的盒子，好好看哦。谢谢，现在寄出。原本要单发这部影片在 YouTube 的，但是因为范硕的影片编辑到我好久，所以这支影片没有单发。听说你们喜欢看 Qchi 的长长影片，这支影片应该能让你们看得够。这个呢是一头奶牛的假水，这款假水是升级版的，会比之前的假水质地还要更加的厚实。有一些人会说假水融化了怎么办，大家记得要加高浓度的硼砂水，如果比较低浓度的是不会成型的。接下来是 ASMR 的部分，就不烦大家啦，欣赏假水史莱姆的 ASMR。这个好蓬松啊，一大桶的雪粉，这个是要来做那个绵绵冰。有没有发现我的手居然拍视频后手已经要变成黑人了，看看看，大家拍影片记得选早上呜呜，不然会和我的手一样 blackened。